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可按，万算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全明星接球派对。好，旭哥今天来分享哇，超大量转蛋券的拿法，哪一拿应该可以破千抽啊？这次有很多活动啊，福利啊，那旭哥会实际拿给大家看。这次的送的东西真的蛮多的，刚好跑一跑一些活动。那还有这个史上最多的礼包马将隐藏版的需要，那开局嘛，这边看活动，办新秀计划、派对手册啊，这些活动都可以拿到超级大量的转蛋券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攻略啦 ，Let's go！ 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旭哥来分享可以拿到超大量转蛋券的方式啊。那这边呢，看一下每个月啊，签到都可以拿到大量的钻石啊、转蛋券。这个转蛋券在这边，群星云集券、转蛋券，这个都会领到。这样，他每天登录啊，都有什么什么资源，这样第几天、第几天这样，这个资源可以领。还可以补签这样，然后狂欢这边也可以换到转蛋券，在这边转蛋券这边也可以去换群星云集券，只要每天登录啊解任务就可以去领。然后钻石的话这边可以拿得到，每天登录也有，晚上有给你五个小时的时间，18点到23嘛，五个小时啊，这边可以换转蛋券，大家记得去换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像是社群媒体福利这边也都有转蛋券了，全部完成哦。这个是最新的，也是可以拿到超大量的转蛋券。Facebook、YouTube， 然后 Discord， 然后 TikTok， 还有 Instagram 有钻石，再加上转蛋券，资源非常的多，所以也有超大量的钻石可以拿得到。那还有这个乐游镇，乐游镇里是最新的活动，它有大量的钻石加上转蛋券。那这边有什么派对乐园大礼包了？这边钻石也给了非常多，大家看一下，很多钻石。然后4000点有这个派对大礼包，有转蛋券，然后钻石150个，天赋卡自选3个，然后2000的金币，然后钻石就是给那么多，整排的钻石让你拿，这样这个是乐园整最新的活动，趣味答题一样，有可能可以拿到奖励，这样这边就是可以去答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趣味答题。汤普森有些回家喂狗，顺位是，我记得他顺位好像蛮后面的，应该是14吧，11哦，好，海边去什么？就这啊，去海边帆船，冲浪，职业生涯。我记得是断裂吧，驱逐出境，驱逐出境是谁？不可，真的，浪花兄弟，这个应该会啊。1987年的状元，他老爸是不是？我记得是，对，小汤普森在陪他玩，他是欧尼尔，不是哦。吹死了，好，他的球衣，他的球衣，一号，答对了，他这个还有时间呢，还不能慢慢打，来，答对6个，然后这边有奖励，有这个资源，然后后面还有转蛋券，一样可以拿到转蛋券。这边所以很多资源啊，然后这里这边也可以拿，有没有钻石？然后天赋卡，哇，超爽！所以有超多的钻石，就是这样玩了。来玩这个答题啊，这个其实蛮简单的。还有这个巡回赛，巡回赛也有这个转蛋券可以拿，然后节奏投篮也有转蛋券，所以最近的活动给蛮多，日常福利。那最后还有一个是问卷调查，大家也可以来填一下，这个也有超大量的钻石，还有转蛋券。这个也可以来拿一下，记得填写。好，分享给大家最爽的福利，这个是第二波了。那之前有领过的话，现在还可以再领一次啊，又再领一次了。有这个训练饮料，
因为他这边有写嘛，第二波的全明星接球派对的隐藏版的序号，可以拿到训练饮料，然后金币，一样是点齿轮啊，兑换礼包兑换这样兑换这样。这个是用雷电模拟器，那拿法之前旭哥有讲过，就是在雷电商店，然后礼包，然后领取就 OK 了。这个最新的隐藏版，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啊，实际换给大家看的。首先我们点画面右上角的齿轮，齿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下方一个虚宝兑换，点进来虚宝码，那礼包码、虚宝码、兑换码、礼品码都是同一个东西，然后就在中间就可以输入了。好，我们输入这个 MIBOGIFT 大写的，接下来按兑换，爽，有这个1000金币，再加上训练饮料，好，实际领给大家看，爽爽领起来。这个 FIGHT 8888 按兑换，爽。这个有500的金币，加上10个训练饮料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GAMING77 按兑换，爽。这个有500金币，加上5个这个潜能精华，还有训练饮料。好，接下来输入这个 WIN 66 WIN WIN 66按兑换，爽，拥有500金币加上10个训练饮料。然后接下来输入这个 PARTY 777 按兑换，这个有5个高级训练卡，然后训练饮料，还有终极天赋素材。好，那旭哥都会把这个所有的礼包码隐藏版需要总整理分享给大家啦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礼包码的总整理，那也有实际换给大家看的，实际兑换的过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可以换到这么多的资源，开局的福利啊，非常的爽啊。好，跟着旭哥把所有的福利领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MTYG6666 接下来按兑换，这个有哦，爽，转蛋券加金币。首先有 FIGHT 8888，接下来有这个 GAMING 77，那接下来有这个 WIN WIN 66，那接下来有 PARTY 777，接下来有 DCDHMT 410，那接下来有 LICOLILO 66 HOWFUN 6666，接下来有这个 KRAPYCOCO 66，好，那接下来有这个 MTYG 6666，接下来有这个 007CCC 666，接下来有这个 DISGUSTER 66，接下来有这个 CEDOMBIE 66，接下来有这个 NOSNOX 66。好，那礼包码序号的兑换方式呢，我们点游戏内右下角的齿轮，齿轮点进来呢，选这个礼包兑换，就可以兑换我们的礼包码序号了，直接帮大家把台版最新的隐藏版序号总整理啊，最爽的福利就在这边了。 VIP666 VIP666，这个有训练饮料加300金币，然后有 VIP888 训练饮料50个加金币500个，接下来是 TAP666 金币100个，那训练饮料10个，然后转蛋券，那接下来是 TAP888，这个有训练卡，然后材料，还有潜能精华 TAP888，接下来是QMXJQ2023，这个应该就全明星派对的那个 QMXJQ2023，那应该可以试一下 QMXJQ2024，应该也会有转蛋券啊，免费球员还有钻石，然后
全明星接球啦 ，QMXJQ 2023还有2024，这个应该都可以试一下。2023改成2024，应该都可以。啊，这个 QMXJQ， 然后0823，这个有钻石啊，免费时装，还有头像框。好，旭哥来灌篮啦，来吧，灌下去，帅啊，轻松灌篮，这么轻松啊！轻松获胜，把球盖掉，盖下去。寻找空档两分，哎呀，弹框而出，两分出手，跳投命中，轻松获胜啊！需要更谨慎的发起进攻，对手没跟上，超超超超超，开对手带球上篮，在禁区得到两分。灌下去，爽啊！就是这么痛快。突破，拉开距离，顶着防守，强行出手没进。灌篮来了，还没回去啊。灌下去，爽啊！玩起来像赤木的感觉啊，灌篮高手那种赤木，一直灌下去啊！哦，拉杆那么漂亮，没进，可怜。再来一个自信的后仰跳投 ，truck 进啊！轻松获胜 ，MVP 得分王，旭哥容纳。爽啦，这个 MVP 绝对主宰，爽啊！